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台电文教基金会志刚，我叫张嘉玲哈。那那个今天呢，代表阿扁们呐，阿扁 caster 来献唱。那今天带来的是李泉生老师伊作曲的《摇曳那歌》，这是表达咱台湾人父母的疼囡的心情。那咱疼囡不是讲替因传嫁妆、传传某本就好。咱即马这个时代，咱上界需要就是讲，予咱的囡仔有一个一无压迫、无迫害、无惊吓的环境，予因会当天性自由自在发挥因的才能。这就是咱的责任。啊，咱嘛爱甲这个责任传予咱的囡仔，吼，予因一直甲这个自由的环境一直延续落去。啊，这就是摇曳那歌啊，真歹势吼，敢若有一点仔感冒，所以讲较顶下呢，那听了吼，着惊的人会当去台湾先遐受惊一下，我交予台湾先受惊。OK， 那个摇曳那歌。讲台左手边到。小恐怖的母亲，啊，搁咱阿扁的妈妈，因用因无比的坚强甲韧性吼，带这个家庭走过这个黑暗的时代，走过这个大风大雨。啊，嘛感谢阿扁的妈妈呢，为咱请用一个真真正正疼惜咱台湾的好总统，去
条叫做 You Raise Me Up。注意您车体类型。